万一想不开，自杀。不可能，你又别讲，孟慧云不可能去自杀。伊才跟我约好，伊要带我去坐游轮，要出国去佚佗。伊哪有可能把我这个妈妈放在这里走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是真实啦，阮家带我去警察局等。你搞讲清楚。这敢是真实的？我嘛无想要相信，啊！不过警方讲有扣掉回应的物件，就叫阮去指认。我确定啊，那是回应的物件。是安尼回应人嘞，够真个野人。阮才搁伫个找人啊。啊！不过警察讲，那是危险水域，所以你啊！我当初不应该相信你讲的话，答应伟云跟你结婚，自从伟云嫁予你了。我过过一天的好日子，你是安怎咧甲伊糟蹋的啦？我搁替你讲话，叫伟云来原谅你，啊你呢？你根本就是害死阮早嫁的凶手，你敢会冤我？你敢会早嫁冤我？我心肝早嫁。相信你心态不好，你该自己讲好吧。我跟他唯一一个查某囝呢，伊若真正无去，我活得够有啥物意义？唯一，妈妈对不起你，我应该叫你较早离开黄医生，你都袂做出伤害家己的代志。对不起你，我也了。啊！我靠，安尼真正真干嘞！阿姨，即马是咧搁出问题？阿姨讲，我约出代志迄天，我看伊约要做伙出国耍，安尼伊敢有可能会自杀？而且，伊若是要散步，想怎要去遐散步？嘛是毋是自杀嘛？毋是意外，敢讲有人要害伊啊？是对维云做什么代志？是安怎我甲董宇在讲着维云的代志，你都着急要走，而且看起来阁真紧张，直直帮你耳啊！我唔对，我是真紧张，因为只要讲着甲维云有关系的代志，你就会针对我。敢讲我老好好无失踪无死，我就应该互你怀疑。我是甲李维云的婚姻无唔对，这并无代表所有代志跟我有关系啊！啊，还有李冬雨，顶摆进前嘛坐甲过，只要出代志，所有人拢会怀疑，所以我的心情你应该是了解啊。梅恩，阿谁？是阮误会你，是的。若是维云搁活嘞，
无可能这么侪天拢无出现。伊应该是喝醉了，唔知冲去倒啊，只是尸体还未去让人发现。不管维云是死还是活的，这个囡仔绝对是我的保命。紧急联络人下列电话啊！你算是咱家有啥物人啊？不就是一个小三啊？你管伊哈侪要创啥？较细声啦！你美颜报到来，有咱家姑娘呢。我来讲，爱替囡仔小想一下。慧心，恁来啊！哎，这都有恁妈哈，恁莫学袂叫吼。阮黄家的户口簿啊，永远只有高维云，无可能有恁美颜啊。恁若是搁学袂叫，我着替阮嫂嫂去警察局告你侵害配偶权。我毋是超工爱麻烦恁来，是因为我伫咧台北，无亲人嘛无朋友啊。你哦，应该啦，家己做得来啊。抢人的红线，要甲众叛亲离，你这叫做报应。哎，你是咧创啥？紧起来，安尼歹看啦！妈，你较乖下啦，袂见小孩团练呢。我甲你讲啊，今麦小三吼，脚头骨拢装机关啦，伊吼讲要跪就跪啦，而且今麦是要救人啊，爱跪你何伊跪啊？看要比啥物吧。不过我走去图书馆，人咧对我叽叽嘟嘟。玉成已经失去一个囡仔，我感觉你要看伊失去第二个囡仔。啊，好好，你先莫遐尼激动啊，这件代志咱已经达到参详啊。妈，你莫去让互你遮骗对心了吼，囡仔是家己要生的啦，咱是安怎会互伊威胁啊？阿公，咱若是带伊倒去厝。伊一定会随爬去嫂嫂的眠床顶。我妈，我拜托你救我的囡仔，我真正无想要失去伊，拜托你。妈，我提醒你哦，今麦迄小三吼，拢做够情绪勒索哦。阿哥，你若要带伊倒去厝，你确定你唔免甲爸阿哥过参详？谁做你那么为难我？我只不过是要完成维云的遗愿。替伊甲伊失去的囡仔生长来，有啥物唔对啊？我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啥物委婉？我的查某囝无死，伊无可能咧自杀。你即摆紧甲我现身的哦，我不准你纠缠穆伟宇。你讲，你讲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！好啊，那我爸都来对付爸爸，伟宇死就死啊！我感觉你要替我爸都来对付囡仔，你赌伊的命。你这个人太过分了！好啦，看那个好伊巴肚内底，把我分解去了啊！好啊，你去打破港珠岛啦！金妈，给我下，金妈给我下，给了给了，妈，给了给了，给给我下，金妈，好医生啊！你的自私冲动，害我家破人亡，你敢知？你敢知啊？阿生，我问你，若不是慧心甲我讲，你妹妹住一个领导，我甲董宇是要领我妈到什么时阵？我今晚那开车拢无路用，我今日希望维云能回来。黄妈妈，就算你搁较想要抱孙，你嘛还搁落着阿姨的心情啊。您放心啦，不管安怎，
我一定会把文云找倒转来。啊，不过美颜不倒来，嘛是一条人命。万一伊一个人伫外口，若是出什么意外，肉体无人发现，那安尼哦，迄人命我嘛承担袂起啊。姐嘛，我即摆就转去处理哦美颜的代志，一定给你一个交代，哦。这就是你未来的交代，爸爸，这也是你的阿哥哦。歹势吼，你甲阮哥无结婚，所以我甲你迄个宝宝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是安怎伊会当叫阿哥？哦，你真有够大声的呢！安尼个影响到我宝宝的胎教。啊，对啦，既然你要洗衫哦，你顺便甲你房间的迄个床单哦，拢换换的。迄阿姨哦，大迄油布，拢是迄老人味，足臭的，我闻起来就是要吐。我闻着你这个狐狸精的香水味哦，真想要吐啊！好啊，你若无想要洗哦，我就去困玉山的房间。哎呦，你较正在哦。你嘛较细来好无？你房间的床单甲我换换的，爱记得换湿纸，我才困得去。是，我会记啊。维云之前有生的时阵，你不是有去买一种什么有机的蜜饯给伊吃？我即摆就想要吃，唔知出来底有无？你想要吃蜜饯啊？蜜饯无啦，滚头好有你要吃无？我警告你哦，你想好是要搞动作苏有玲哦。我回来啊。奇怪，刚刚去离开啊！今日一只多少拢无讲，真是无依无束。啊，天气！原来你在家啊！啊，房间这么暗，是安怎无爱开电火啊？你有吃饭无啊？你还是不要讲话啊！好啦，老婆去想哦，是我替你买的衫啦，穿起来嘛较舒适，你赶紧换换。你即马过一副要死要活的面相，是要互相看？我敢有欠你？哦，大妹哦，哦，这大妹哦。喂爸，刚我是搞你做的。哦，我规包把它对着这什么面，真正是。我唔管你是拄着什么代志，还是叫人欺负受什么委屈，若是安尼，你更加嚣摆活来给因看。你妈妈若是知影，你安浪费家己性命，一定是后悔。当初无应该把你抢大汉。无唔对，我会当活落来，一定是天公伯的安排。我捡一条命转来，绝对要好好活落去。现在啦。像我这样无什么撇步，只卖顾家己就好。先食饭啦，食饭哦，再知阿叔宝贝安怎行。